音效沙雕小技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孬，都放假了吗？小技巧又来了，首先得开角色编辑，一直往下翻，翻到下面的材料，选择一个像草坪一样的地块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体现不出来，我们就换个颜色。这几个绿色是来试去浅绿比较好。选好颜色之后，接着去学校。忽略我这个老花眼，学校都找不到。翻半天终于找到了，我们飞去医务室。快到了，拐弯前面就是。走到前方的那个张桌子上，就是前方桌子上的小药瓶，凑进去我们就拿到了。接着我们再去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我们就在前面那个空地试一下，点击物品，找到刚刚的药水池，吃到之后就是这种走路姿势了。说实话，这样是真的很像丧尸走路。